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国二十三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台铁的海段火车头今早起发生工程为火车弄着人意外，目前是有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讲到 A Z 疫苗特别到台湾咯，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经过专家的审查，第一档到第二档之间就要等八礼拜。布林农场的萤火灯在开花，树边就跟园区人员发生交通冲突，园区人员却驾出大枪射民众轿车。伫咧台东的海端火车头，今早起发生一场公务维修车弄着人的意外，目前已经有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啊。云南会伫下晡也召开记者会，强调讲要等候到立案才来做调查，也针对着这个事故，交通部要求台铁就要配合调查，而且也要求因就要进行内部检讨。大批警员围伫铁桥路边搜证，因为代替传出死亡事故，调出就是这台代替电力维修车二三早起，大约八点半有三名代替地上工务督办工程人员，正伫铁桥路进行督查窗外工程维护保养工作的时阵，和电力维修车弄到受伤严重，更加有两个人到以前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已经急救半个小时了，都没有醒过来。听到消息，家属紧急赶到现场，双手合十祈祷，只是等到最后，也是有两名细路甲细伴的工人宣告死亡，另外一名细伙工人受伤，转往马街台东分院急救。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检察官甲治安署的警员赶到现场勘查，检视当时工人伫铁桥路上的作业。我们检查结果，雇主的部分呢、啊，有涉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话，那我们就会移送给检察官去做，处分。同款到现场了解状况的文安会表示，督办人员甲电力维修车拢有进行申请作业，到底倒一个环节出问题，目前将这个意外列为重大铁桥路事故，会立案调查。督办人员如果他申请的是刚刚所提到的保修，而不是封锁，那其实在关山站的这个部分就可以进行核准。如果有进行调查，我们还会再去确定说是不是。在核准的过程之后，有复制到总核调度所。文安会指出，事发地点就伫海端车站内，十二 A 勤便区附近，也位伫代替架线顶。督办人员当时施行夜间检修，隔天刚提出延长保修申请，都是这份行车电报，即马变成调查重点。如果有影响到正线上面的运转，他其实是要申请封锁。委员会表示，督办工人伫行车电报中高声，未影响行车安全，这敢是原因之一。也过为什么事发当时，目前会当及时发现电力维修车靠近，提醒爱撤离，拢爱予以调查。针对这摆事故，交通部也要求代替配合委员会等单位调查事故成因，搁成立代替治安事故改善督导小组，检视代替各项时间标准作业定书。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又搁出代志啊！包含今仔日工程为火车弄死人的意外，这十五年来就发生三届有九个人亡生。代替产业工会也批评讲，代替的安全管理无够认真，拢是因为欠人设备不足，才一直发生意外。代替的企业工会也出声了，因表示讲愿意协助死伤的员工家属争取国赔。出动怪手重新铺设铁轨路，代替的铁路工主要的工作之一。平常时啊，爱行路顺铁轨路，一旦若是发现问题，立刻都爱汇报抢修。无论是风台天、日晒雨淋，甚至半暝都爱出勤。伫铁轨路顶工作是正时尚的代志，风险真正真高。代替产业工会讲，铁路工进入铁轨路工作，一定爱事先通报，确实也出现意外，实在互人想拢无。批评代替的安全管理真落差。训练的方面是不是有偏移形式的这个状况，急救章的让员工上工，那这个比较是我们之前可能会常常见到会有这样的状况。代替铁路工感恩事故过去的2006年、2014年，我那有一件列车弄掉铁路工的意外，再加上23这个意外，十五年来弄中夺走九条人命。台湾铁道甲国土规划协会表示，基本上代替那是铁路施工爱申请路线封起，而且施工中我那爱有人故。轨道列车它其实需要蛮长的刹车时间，那区域的两端实施瞭望以及守望，事先有人预警，他们说比如说下个区段的什么路段之间有施工作业在现场执行作业，请他要减速通行，或者请他要小心通过。代替表示，铁路工维修一个维修车路线训练都有依照规定申请，也派出看顾的人，到底调查原因是机械故障、人为还是气候，这都有可能。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表示，人力顺铁路这个制度爱
换掉，改由机械操作，也建立较严的通报作业机制，才会当避免危险的代志阁发生。代替企业工会也表示，即届头一遍协助四乡员工家属来进行国家赔偿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咱来继续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讲到特别到台湾的 A Z 疫苗，咱台湾这边会安怎规划呢？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经过专家的审查，注一档了后，中爱等八礼拜才会当来注第二档。国内连续三天无新增加本土加境外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对于头一批 A Z 疫苗特别来台湾，到底要安怎做？疫情指挥中心是讲，原本是有数建议第一期加第二期，住的时间要让4至12礼拜。按过经过专家审查了后，同意未来 A Z 疫苗两剂注射时间至少要让8礼拜以上。根据 A Z 最新公布的一个研究结果，接种一剂的效力为76%。那延长第二剂接种时间点为12周以上，那疫苗效力可以提升为82.4%。WHO 也有讲说，2月10日他公布这 A 剂的疫苗接种建议，第一剂、第二剂间隔为8到12周。随着国际各厂牌新冠疫苗注射了后出现副作用这个消息，和不少国人对新冠疫苗的效力加安全性，原来烦恼。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原来做整理的统计表示，目前疫苗一旦分作腺病毒载体疫苗，也就是 A Z 疫苗，副作用是注第一剂就会出现，第二剂是副作用较少。若是 mRNA 这个疫苗，也就是 BNT 辉瑞加莫德纳，第二剂注射了后副作用会比第一剂较大。整体来讲，一成至九成住的部位拢会痛，差不多5成至7成会先痘痘，另外嘛有头痛加发烧这个副作用。那整个在打疫苗，当然有分三个阶段嘛，大家想要达成的目标。那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降低确诊数跟死亡率。然后第二，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第三步，当然是一个国际的流通。指挥中心表示，参考欧洲各界的状况，未来会考虑因应不同疫苗产生副作用的情形，第一线医护人员会不同时间做，避免全体做了后产生副作用，影响到医疗人力。若是21日为缅甸坐专机回来台湾的82位国人，无法度检负3日内阴性证明的民众有36个，经过入境了后自费采检，采检结果全部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咱来关心咱的国家安全。国防部伫今仔日举行交接典礼，国防部长邱国正正式上任，本地部长兼德发专去做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不过，中国军机伫今仔日又过来扰乱台湾咯，甚至是头一届进入到北部的防空18区内，而且佫飞增加，高度只有300公尺而已。邱国正甲隐形智贵正式加做国防部长，交接仪式由行政院政府委员罗秉成主持。伊在致辞的时阵，肯定严德发伫任内表现，嘛毋忘捌做过参谋总长等等几啊项重要职务的邱国正，会当带领国军进步。要再感谢我们严部长，疫情期间的献力，守护国民的健康，表示感谢之意。下任的国防部长严德发转做国安会咨询委员，伊走出大楼接受官兵的推致意，还佫甲同仁握手。就伫个国防部长正式交接的这一天，中共军机透早就出动，侵扰台湾防空18区。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300公尺。中共军机佫进入北部的防空18区，飞行的高度敢若有300公尺。台湾空军用广播处理。这个飞机机唔那时机敏感，马航感觉是要来起诉的。我认为300公尺的话，它这种飞行的高度应该是下面水下有目标，可能有潜舰在活动，所以我想它可能发现了新目标，而要低空盘旋，去判别潜舰的位置、航向、速度。西南空域的话，很大一个原因其实是跟我们的东沙岛有关。如果它把东沙岛这边去做一个封锁的话，那还有一个在今天这样北部嘛。北部以及之前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都是从北部它经过这台湾海峡下来的嘛，所以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刚刚好就可以看到它是南北在封锁台湾海峡，所以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战略目标。美国进入拜登时代了后，促进副调整国安的人士来应应台海的局势，也那局势敢会出现转机，对新的国安团队是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
蔡政府调整国安团队、国安局、国防部甲陆委会，伫今仔日都完成交接啊。国安局长邱国正接任国防部长，前法务部长邱泰山是接任陆委会主委。面对着两化情势，邱泰山也强调讲，伫坚守国家主权甲台湾民主的情形之下，也期待两化会当恢复交流。陆委会主委的交接典礼，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担任监交人，前法务部长邱泰山对罗任的主委陈明通手令接过印信，正式担任主委。伊致辞的时阵强调讲，面对两岸紧张的局势，台湾敢有法度确保家己的国家主权，政府会全力打拼，会坚持蔡英文总统的指示，和两岸恢复交流。面对着后疫情的时代呢，那我们两岸的交流势必一定要再做恢复。那这段期间呢，当然也有很多两岸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台商或者是我们的民众呢，也都期待呢未来呢两岸呢能够春暖花开。总是笑眯眯的邱泰山接受陆委会，和外界认为讲是蔡政府对中国表达善意。针对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向美国发声，爱因停止赞同台独的声音。邱泰山认为讲，两岸的交流过了十年，一寡名词的定义根本都倒袂好势。我想毫无问题啦，作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来讲呢，我们的所谓的坚持的底线就是这个国家主权跟台湾的民主了啊、哦，所以我不太确切了解这个王毅先生呢，他对于所谓的这个台独的概念跟定义呢，到底是怎么样？不过中国自头到尾坚持九二共识，邱泰山要安怎展开对话？伊是表示，坚持做一件代志，特别着效果，若是阁继续做，实在是无法度理解。强调两岸的关系应该爱务实管理，对等交流才是重点。另外，接任国安局长的陈明通，也甲邱泰山伫咧国安团队合作。啊，当初我是三进，那今天呢是三出啊。人生总是有一个据点，相信他在未来领导陆委会的表现会更胜于我，更杰出于我。陈明通伫咧离开陆委会进前，专工甲大家握手致意。后一步，伊就要进入国安局迎接新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陵农场的樱花也当咧开，有真侪民众拢上山去看花。不过，伫咧离离所民众因为交通问题，甲园区的交通人员发生冲突，想要到园区的人员竟然牙擦大枪，射民众的车。那这车顶变作一搭一搭拢是油擦，民众也感觉真惊吓。武陵农场表示讲，一切拢会担起责任，警方也当咧调查讲，看敢有涉嫌着恐吓的罪名。游览车一只一只入去武陵农场。民众赛车经过，听指挥声底下听候。不过，一个交通管制人员雄雄甲民众匹配就起冲突，甚至还阁举擦大枪向民众的车辆射击。不要这样啊！你不要这样，他拿东西，你不要拿。民众是惊甲赶紧离开。这个事件发生伫个日日，民众讲，迄当阵路也煞，当要离开武陵农场，照交通管制指示行，煞毋知影是安怎会去互匹配叫，甚至因的车阁去互擦大断掉。吓到我想说，这像是。不是在打猴子了吗？你今天拿枪指着叫我下车，如果我今天下车，那你是不是直接对我的人直接打枪了？针对民众的指控，武陵农场是表示真实的，除了会赔偿车的损害，也会加强员工情绪的管理。本场愿意在此道歉，并给予赔偿。后续本场将会加强员工的情绪管控。武陵农场表示，为二月初三开始展开区里交三台计划。所以员工才会举擦大枪。虽然目前当事人还未报案，不过警方还是会进一步了解，敢是有涉及恐吓罪。毁损罪属告诉乃论。至于疑涉恐吓罪部分，仍需当事人到案陈述。本分局目前已透过武陵农场取得当事人电话。武陵农场烟花季为二月十二开始，园区会做总量的管制，入园的人数上至6000人，其中包括大型、中型的游览车拢总30台。因为园区内底人甲车较侪，武陵农场嘛呼吁民众，伫个园区内底赛车都要赛较慢咧，避免发生交通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上盖好就是有健保，不过健保正拍算要进行大改变咯。除了会影响到出国的民众以外，有真侪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甚至是检验，也佫有急诊的部分负担，拢会调整费用。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讲，目前有伫规划内容，详细内容会佫再进行讨论。顶日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今年健保费率会起，嘛答应讲进行中等级的改革。
即马传出警报会有重大变革，除了长期伫外国的台湾人，停保互保制度会变较严格以外，药费检验检查部分负担的费用也调整。我们的负担算是相当轻的，为了让健保可以永续，个人负担提高一点，我觉得可以接受。现在经济又这么不景气，尤其老人家又越来越多，那这样子的话，对家庭是负担非常的重。那我们要订定一个6年的工作计划，希望结合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哈，对于这样的一个健保或是医疗给付支付的安排，能够达到一个提升效率啊跟提升品质的目的。退付保等等或国外海外相关的这些保险，那这我们也需要修法的，我们也会在这个会期里面来提出。根据目前健保的规定，民众出国6个月以上会当停保，伫倒来台湾了后复保，或者是去红都籍退保了后2年来复籍复保，都会当随使用健保。不过未来为复保，建议要取消出国停保，复保也会变较严格，会说半年的等待期才会当复保。另外，伫健保部分负担药品的部分，100块以下甲慢性药单免收部分负担会取消，未来建议药费300块以下会收40块。那超过会以目前的制度收20%，上济收200块。检验检查的部分，嘛建议按诊所、地区病院、医学中心等等无同的层级，收50块至200块，嘛按算调关急诊的部分负担。这个慢签要不要取消？其实还在讨论分担费用的这一部分。那低收跟中低收都不会去增加。与其从病人端下手，不如从落实云端药力，然后加强药品跟疗程给付管理，到修订更严谨的慢间的开立，都会来得更为务实。但是中表示，部分负担使用愈多，爱付愈多，部分有一挂错案，不过还阁爱详细讨论，再拍拼对分级医疗有帮助，嘛是咱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在去年，台南发生查某大学生去防吹袭案件，虽然标出讲向警方报案，拢无人受理的情形。为着要改善这款问题，警政署刑事局下晡也召开记者会，宣布未来报案证明全部统一做报案证明单。昨系统已经开始启用啊，3月就开始施行。根据报案的人讲的内容，输入资料，选分类，警方2日开始试办新的报案系统。要整合目前无共报案的证明，提升受理的效率，避免民众因为报案的类型无共款，无摕到3连单，就是讲警方无受理这个案件。受处理证明单的好处，一来也让民众安心，二来也减少我们远景说明的这一个困扰跟时间。那三来，因为这个流程的简化也能够让这个流程更加顺畅，来节约时间。去年10月底，台南发生女大学生的命案，煞逼出3连单假案的疑虑。分局长甲派出所的所长去互调职，台南市警察局长嘛那像受到牵连，互调离开。为今年3月份开始，新的证明单正式实施。除了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的连单无变，那民众亲身报案的案件，可比刑案3连单、汽车、机车拍无去的4连单，或者是其他案件的2连单等等，即马继续拢会统一。刑案。私车身份不明社会秩序维护法而绍兴剥削擅离安置失踪人口遗失物跟其他案例，这些案例未来都只开立这样子一个受处理案件证明单给民众。另外，若有前科或者是去用通缉的民众，唔免另外查，警方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相关的记录都会跳出来。会比较简便，因为我们以前都要自己在一笔一笔去输入核对，就比较容易出处。因过，若是像厝边隔壁冤家等等的民事纠纷，因为毋是警方的业务，所以无法度受理，较会予民众误解是警方接案等等。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新的系统上线了后，未来若有案件，拢会先登记受理，后壁再来分案。若毋是警方负责的业务，会有统一负责的人员，甲报案的人联络说明，保障民众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咱做伙来关心咱的天气。气象局进入公布未来3个月春天的雨水量预测，讲这雨水量是较少到正常一个范围之内。那准讲要爱有大阵的黄绳啊雨，时间可能会拖较慢一点啊。气温的部分是正常到凉冷，是因为3月可能会有冷气团会落来。
中央气象局预测，未来一季三到五月，台湾气温接近正常，因为反射影响上继续减弱。整个在春季以后呢，反射的讯号呢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到今年的夏季呢，这一种恢复到正常的情况的机会呢是会变大的。气象局表示，依照历史资料分析，2000年以后三到四月雨量有偏少现象。目前观测研判，今年三到四月雨量偏少到正常，三到五月平均气温接近正常的机会较大。要过三月有有冷气团落南的机会，气温也有偏冷的机会，里面温差真大。另外五月梅雨季，有缘无观测到有大规模落雨情形，雨量偏少到正常的机会较大。大规模降雨在梅雨季的季节上有往后延的这种情况 ，OK， 那要等到五月，那五月就要看这个有没有这个一些机制让西南风增强。那就目前来讲，这个讯号并不是很明显。另外，这礼拜连续假期要到，中央气象局表示，拜五、日六东北季风增强，并且继续影响到拜六，各地水气增加，北部、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中南部山区拢会有低渐落雨。波东北季风南下，目前看来，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波东北季风，它稍微增强情况之下，会带来比较多一点的水汽。北部的低温大约在15度左右，中南部16、17度，整个东半部地区大约是18、19度。气象局预估，这波东北季风预计到后礼拜日礼拜减弱，二礼拜连续假期结束了后的上班日，阁会有一波东北季风落南，并且提醒二三起到拜五，西半部暗暝透早也是较会大雾，拜四拜五金马地区也会大雾，低温影响能见度，提醒用路人爱细里开车。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进前，阳明山的擎天宫有几落只水牛死亡，仅是死甲剩两只水牛尾尔尔。经过刷来刷去，当也送到花莲去生活。不过民众认为，讲这两只水牛的处理方式，相关单位拢无公开透明，袂输是甲水牛当作是货品送来送去。有感情啊，哈。它本身比较乖。饲养员轻轻啊，落牛的头，这只牛温顺唔惊人，随后互人牵入去笼啊内，会甲另外一只牛母坐卡车送去花莲种畜场做最后的安置，为擎天宫到金山，搁临时送到宜兰，而且超过半个月，饲养员是讲拄啊到的时阵确实适应不良。因为一开始来一定会水土不服，所以一开始吃的量比较少，之后可能比较习惯之后。完成消毒，牛母启程，下晡两点外到花莲吉安的种畜场，一个放出牛栏，甲另外两只进前已经送来的水牛汇合，好亲像变得更加有活力，伫草坡顶行来啊行去。为去年开始关心牛母，佮加入相关社团的叶文评论人周倩伊表示，用管厝柜的处理过程，予人无法度接受，就是把牛当作像物一样，动物是物，像当作物一样处理来处理去，而且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没有公开跟透明化，让所有人都很担心。虽然主管机关阳关处一直强调，擎天宫的环境无适合水牛，长期来看应该选所在。不过两只牛母迁徙，不是专家会议决定的，前后迁徙三届，安置波折不断，动物承受真大压力。民众是讲，实在看得到阳关处用平等尊重的心来看待生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的水生公园 X Park， 进前被荷兰发现讲，内面的这些水生动物拢有受伤，而且佫一直做无意义的行为。动保团体经过半年外的调查，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因指控 X Park 的设计对动物无够友善，希望农委会会当来介入，而且也得爱检讨动物展演的管理办法。把文行鱼的尾流和八只鱼仔食去，这是动保团体伫桃园的水生公园 X Park 拍到的画面。动保团体今日开记者会，讲经过半年的调查，发现 X Park 原来设计对收容的动物无公开优先，还因无多展现主本的品性。X Park 有11个区域，它在进行常态的动物展演，其中呢就高达有7个展区发现动物有受伤或是异常的行为，有8个展区发现动物。有刻板的行为或是异常，
至少有9个展区里面有饲养环境设计不符合动物习性的情况。针对这个状况，动保团体要求政府就要处置 X Park， 而且要求改善，也应该改善动物登园场所的制度和客栈的机制。农委会是回应，若确定 X Park 有违反法律，会请桃园市政府依法办理。针对动物登园场所，已经有法律来规范和客栈，未来也会继续检讨法律和执行的状况。地方政府他们本来就是要去做展演场所的一个稽查。那另外就是展演场所每2年至少要进行评鉴，那评鉴的委员也必须要邀请那个所谓的民间团体或者是公证单位来做参与。如果法规的部分需要滚动检讨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回去再跟各个县政府再做协商。X Park 下晡发声明回应，讲动物的福祉是上重要的，面对外界声音会虚心接受。伊嘛强调，家己有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是合法的动物登园场所。每个月都有接受稽查。记者郭碧君、林玉凯台北报道。在美国当地时间日前，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超过50万人啊！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办对书仪式，联邦机构也做会降半旗五天表示哀悼。拜登在致辞的时阵，伊也勉励民众讲，黑暗当中也会出现光明。在极其稳定的歌声中。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副总统贺锦丽昂布，日历暗6:15，最近参加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50万大关的烛光默哀仪式。北京的阳台和楼梯也点到500支蜡烛，每一支代表1000位往生者。美国经过一年的新冠病毒侵袭，我军2820万人确诊，超过50万人死亡。这也是美国参加内战一个外战死亡人数加起来这么多。That's more lives lost to this virus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为了纪念不幸亡生的美国人民，拜登政府在日前公告，要求联邦政府机构降半旗五天。华府的国家大教堂日前那天也共静下500响，希望透过静下，让亡生者安息。并且安踏家属的心情。美国传染病学的权威佛奇讲，若是美国自王下计划拢顺失，最后会达到群体免疫。严格面对变种病毒的威胁，伊愿重申，最严至少要挂到2022年。I still would want to wear a mask if there was a variant out there. I wouldn't want to get infected with the variant. 因为全美国疫情上严重的加州，目前新增加的确诊加断疫的人数已经明显的下降。专家认为，主要是自武汉城一个大部分的民众已经产生免疫力，病毒找不到新的感染对象。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在了缅甸发生缅甸军方开枪弹死和平示威行为，所引起美国和欧盟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国家两名缅甸的军事将领列入去制裁名单内，唔呐要甲因伫美国资产并起来，也限制因来入境。欧盟是打算讲要制裁军方所管的企业，甚至是取消缅甸的贸易优待。为着甲缅甸军方施压。美国财政部11日，甲武装部队总司令、民昂来在内10个现任甲前任的军事将领，还佮有3间军方企业列入去制裁名单，冻结因伫个美国的资产，禁止入境，嘛禁止美国人民佮因有来去。伫瓦城枪杀事件发生了后，华府2日佮甲军方国家领导委员会2个成员莫敏通中将、甲茂茂乔将军列伫制裁名单内底。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讲，美国会坚定支持缅甸的人民，会对遐个动用暴力，还佮有压制人民意愿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欧盟相关国2日在布鲁塞尔总部召开外交部长的会议，达成政治协议，同意制裁缅甸发动政变佮相关的人士，也决定会取消所有为欧盟来援助佮财政支持。还佮警告讲，会考虑制裁军方下底的企业，甚至是取消缅甸贸易的优惠。Today we have decided a set of targeted measures with ministers in response to these events. When we took the political agreement to apply sanctions, targeting the military responsible for the coup and the economic interest. 要来缅甸国内局势，在2022全国大型罢工了后，各大城市的街路也是有大大小小规模不断的游行，每天半暝1点到早起9点，网络全部断去。社群媒体在23日发布消息指出，中共的警方半暝抓人的行动是愈来愈多。缅甸政治反协会报告指出，
前政变发生以来，有684个人被抓入家，637个人被拘禁。我城军警开枪杀人的事件发生了后，缅甸国营电视台 MRTV 二一半暝警告示威者，军方会动用武力结束现时无政府的状态。针对这点，人民找到日志，以违反暴力和煽动政策的规定，把 MRTV 的网页移除。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日本福岛县的渔会表示说，日志在福岛的外海所抓到的鱼是有受到辐射污染的，而且它的辐射污染超过标准值，目前也禁止这款的鱼出货。日本 NHK 报道，根据福岛县渔会22日新地点外海8.8公里、深度24公尺的渔场所抓到的可食用油这种鱼，检测出辐射物质超过标准。福岛县研究所进一步检测结果显示，这些鱼含有辐射硼，平均每公斤含有500贝克，超过日本国家食品标准值每公斤100贝克。福岛县渔会决定，在无法度确定安全性之前，停止可食用油的出货。日本原灵灾害对策本部一定原来下令以后限制出货。去年可食用油的鱼血量是3吨，占福岛县外海试验性质的全体鱼血量较无1%。顶一届鱼血检测出辐射超标的案例是伫2年前2月。去年2月，福岛外海的所有鱼种出货限制都已经解除啊。福岛县水产海洋研究中心无排除这鱼类可能进出过血灾电枪4至5个海血，按过强调，即马检查出来这个数值拢比2011年3月福岛血灾了后的数值搁较低。另外一方面，这个月13，福岛发生3.1地震的余震，规模7.3，确实传出福岛第一核电厂3号机的厂房内底地震仪。去年7月因为落大雨故障了后，到即马还未维修，地处着无法度记录这个地震的宝贵资料。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员会已经要求负责的东京电力公司做出报告，检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中市有一个独身的查甫人，去年透过中人开230万去到乌克兰借白生仔，而且阁生一对查甫的双生仔。不过伊也指控讲，中人已经收美金8000块，甚至阁甲伊骗伫咧他乡外里超过3个月。中人表示讲，是疫情影响到文件申请。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讲，这个案件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了。地母啊，手抱一对双生啊！阿强去年开230万，透过中介到乌克兰的基辅一间诊所，要找找代理疫苗。但是阿强指控去年8月到乌克兰接双生的时阵，和当地中介业者乱靠证件，予伊滞留外乡3个月。原本讲好总费用是代票230万，业者以代办新生儿或者为理由，讲要加收8000美金。他说：“如果要快的话，都要再塞红包。乌克兰已经下大雪了。”他说：“我不再不配合他缴纳他们所需要的费用，不然就要请房东把我赶出去，断水断电，机票、护照，还有护照，还有以及往返的文件、翻译、公证。”我多花了5000块美金。按过代办的蔡小姐是出来否认讲有加收费用，强调迄个时阵乌克兰因为疫情，才递出着囡仔出示证明申请流程延误50天，无承认有超收费用。如果230万。加上护照的费用，我还有另外跟他收任何1块钱，请他凭收据来跟我收钱。疫情以后，他一个礼拜只收2天的文件，当然他的文件就要停留在那里50天。疑涉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的规定。也就是意图盈利，从事生殖细胞胚胎的买卖。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牵涉到违反人工生殖法，已经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不过代理孕母人工生殖法的修正案，还在立法院。国检署是讲，代理孕母牵涉到夫妻甲代孕者子女中间的利益问题，还有代理孕母的身体自主权也有待找出共识。它可能会衍生伤害孕母的身体。还有女性子宫被工具化啦，或者是弱势女性被剥削的等等的问题。最近半年，国建署已经召开不少代理疫苗专家咨询会议，有关代理疫苗的侵权归属、探视权，也甲各项伦理的争论，拢爱阁陆续邀集妇女团体，也甲儿童权益专家小组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驻 WTO 的代理馆长毕斯比，在一去到台湾驻 WTO 的办公室，而且有跟咱台湾的代表会面。这也是美国驻 WTO 代表团头一次公开去到咱台湾的办公室。台湾驻 WTO 办公室表示，讲双方讨论的项目，也包含着 WTO 相关事务、拜登政府的五邦，也佮含台湾相关的议题。这回美国驻 WTO 的代理馆长直接拜访咱的办公室，咱的外交部表示，讲台美关系会当继续深化，无受到政权轮替影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重新登告国民党，伊也表态讲要争取党内提名选2024年的总统。伊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的党团伫新会期的修宪案顶头，爱继续来支持，甲这个宪政体制改做是内阁制。也若讲到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合作，赵少康也表示讲会当看议题再来讲合作。那你也可以讲政策啦，也可以讲什么，反正就我认为国政建议这样讲法比较谦虚一点。中共董事长赵少康重回国民党了后，坚定的表示，一定要争取党内提名选2024年的总统。23又提出国政建议，对立法院本会期要进行的修宪案，呼吁党团支持宪政体制改做内阁制。18岁公民权也加无在即投票党制作的修改方向。蔡英文提过，赖清德更是提过。民进党朱大佬通通提过内阁制，然后到了他们总统当选以后都忘掉内阁制。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说，他当选2年以后要检讨政治体制，2年后他也忘了。中评委的聘书赵少康讲还未收到，不过伊也讲，若做无修改党龄未满一年无度竞选党主席的规定，聘书对伊来讲意义无大。不过强调尊重党内体制。若是国民党地区24论坛邀请党主席江启臣，也加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同齐参加，引起那样内部对哪边合作这个不满。赵少康认为对手也会当看议题合作，也正是家己会伫电视节目中专访郭文哲。既然有不同的声音，江启臣也可以听听看嘛，然后自己做衡量嘛。不过问题是他已经邀请了嘛，你邀请就是变卦，也对客人也不好意思嘛，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以后这种事情内部最好有个机制把它沟通好。我没有去想太多，所以这个事情就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议题的讨论，我没有预设什么立场，要支持谁干什么都没有。郭文哲指出，收到国民党邀请时阵，唔知江启臣会到，佮唔知讲伊要竞选连任党主席，受邀请出席甲支持相无关系。江启臣也伫面册写文章讲，感慨邀请郭文哲，互人传说讲哪辈合作。强调论坛的意义是对话参详，不是徛台收听，更加不是结拜。台湾政治的进步需要更加多不同派系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面对明年2022年九合一的选举，调查政党拢开始伫咧准备咯。台北市长的部分包含着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卫福部长陈时中、前文化部长郑丽君，也佮有基隆市长林佑昌等等的人，拢有人支持。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有机会代表民众党来参选，正人是金金看。另外，讲到桃园市的部分，民进党有风声讲要找新竹市长林智坚来拍选择。投票报告2022高雄的选举，前哨战已经点点开始。你们给我的加油打气，一直都是我努力的动力。首都之前拿着毕竟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已经表态，该党责任未卸，另外包括卫福部长陈时中被看作是超级大将，前文化部长戴立军最近大动作解说清平台基金会，像有意过上一层。基隆市长林佑昌也被看作后辈，加上被看作是郭文德接班人的副市长黄珊珊。那就被定很三卡度。黑蓝白合作人说，2022不仅黄珊珊要提蒋万安了。但是中带着防疫疫情公款，民进党内部民调连伫新北半移动拢超过70%，也防看作新北市长侯友宜连任的强敌。每一个人想到新北是来做事的人，我都举双手，非常的欢迎他们。汤市长在文采民调未歹，两届任期了后，仍然为要守住版图，包括立委陈伟平、洪点名竞选。新竹市长林智坚最近一直拜访汤圆，也传出可能被征调转战汤圆。现阶段，我会将所有的时间，还有我们这个精力，都投入在市政工作上哦。那至于其他的规划哦，我也跟大家来报告哦。如果有其他进一步的规划，一定会和大家来说明。汤圆过去是南雅铁票区国民党要重回汤圆，目前传出经营基层真久的立委罗明德也有参选的气势。记者综合报道。
海巡署南队分署的首队长张正台，年初时阵去到南海执行任务，回来时阵，却被发现讲伊死伫个船顶啊。验尸了后，认定是车公司的，家属是真不满这项判断，是因为这牵涉到附属机关计算。就立委认为讲，海巡署下面的军人、警察、公职人员，这三种的附属金拢爱公平。海巡特勤全副武装穿黑衫出动，进行远洋的任务。2019年发生温平河菲律宾籍的渔工杀人抢船的案件，海巡特勤就捌赶去印度洋，甲嫌犯押返来台湾受审。不过，迄当阵捌参与温平河救援任务的海巡署南队分署小队长张正台，原本按算今年7月份退休，不过2月初执行南沙巡护任务，初五要返来的时阵，被发现昏倒伫个涂骹，尾手救无返来。然后白医院说，我的先生有外伤，所以他们认定是心猝死。我真的很难有带军刀、记军刀、射击特等射手的技能，人讲伊是海巡上厉害的特勤教官，教过济济军警特战人才。18个白色海洋委员会对证奖章台三等开幕奖章甲专业奖章，而且替伊的大厝加国旗。不过，海巡有警职身份的人因公死亡，是以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协定20年附属金，甲军职同仁终身附属无共款。立委嘛按算修法，希望爱公平。在办公场所触发的疾病，他是只能够领10年，而且他的一次抚恤只能够领200万，也就是来回就相差500万。我们也要提我们这边的因公抚恤的那审议小组来讨论。这10年来，海巡署下底已经有23个军警人员因公来殉职。海巡署表示，会尽上大的拍拼替蒋正台争取抚恤。专属部表示，会透过因公抚恤审议小组认定死亡甲公务之间的因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主计总处2020年的薪水统计，查甫的薪水若准是算点钟的，之间的差别已经缩小到差14%。不过，若准用全年的薪水来看，查甫就要加做51天，才能甲查甫平齐钱，是比去年进步1天了了。专心做文书工作，各种收集的资料做分析。工作7年以来，周小姐真感谢工作带给伊的成就感。也毋过，人国讲男女同酬的议题，伊讲身边的女性朋友拢有一寡不满。会觉得说，女性可能会有，例如说结婚啊，或者是以后会要这个照顾家里的人，所以可能会中途离职。所以很多公司对于就是员工的栽培，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根据主计总处2020年的薪水统计结果，女性平均时薪是296元，是男性344元86%，差24%，显示女性需要加工作51天才会当甲男性有同款的年薪。所以今年的冬休日定做2月20日，比去年进步1天。我女性的平均时薪是296元，那她是差不多是男性是344元，那她两性的时薪差距是14%，那也就是说。女性需叫男生多工作51天。统计也显示，两性平均时薪差距由2010年的17.1%降回2020年的14%。女性需要增加的工作天数由63天减回51天。我们现在看到是政府他并没有做积极措施，他只是坐在那边等待说，那我们是不是会慢慢的就自己越来越接近这样子？对，那这样其实并不这样子表示我们政府并没有负起他该负的责任。妇女团体认为，政府在促进两性薪水的措施上，也有真侪拍平的空间，而且应该学欧美国家的做法，大大降低工时，才会当在短时间内快速达到男女同酬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有一位芳农，已经饲芳17天啊，伊所生产出来的蜜，常常得到国产蜜的评鉴奖。即马伊过去参加一项国际比赛，是比利时的，伊也摕到2粒子，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也照你讲，这是几啊？啊，这几也。甲芳箱拍开，内底9900只活力满满的芳，
当你把菜端来回避，叫做天然的旁边。产量多与少的问题。唔通看这位旁农利润低咧解税，那亲像真辛苦。要采收到高品质的米，每每角角是有影济，做心照顾300多天，大手干那花期一个月左右。亲像即马寒人花少，都要提供人工的食食，好胖会当顺利度冬。注意御寒，就是说它一定要封箱内有足够的一个粮食，它才会确保说它的平安的度冬。立春之后，蜂王就会大量的一个繁殖，啊，等到大约3-4月就有采收荔枝蜜了。持蜂17年的蜂农李伦德研究出济济原理，利用一挂秘诀，和台湾蜜伫咧国际上有独特的气味。头期哈，龙眼花开的时候，7到14天的蜂蜜送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比赛，获得2颗星。在台湾是用中期的龙眼蜜，借由这样来推广说蜂蜜的哪一个时段采收，风味它其实是不同的。李伦德除了饲蜂，佮接受蜂蜜品评师的训练，所以伫国内佮国际上拢着真侪种。市面上800款的蜂蜜，有真侪品种唔知影要安怎拣。李伦德就建议消费者会当加试啉，找到家己喜欢的口感。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台顶3分钟，台卡是鬼处境。伫高雄一位歌戏的团长特别成立一个歌戏体验馆，闹戏台要戏服通好穿，对着脚步、手路、甲手链，实际体验着咱台湾的歌戏。哇！来换手一。简单的手势甲戏文，囡仔学了真紧。参加营队的囡仔，对咧阿良团长后壁，第一步爱心学上台自我介绍。我甲林志涵要去学歌戏，爱学新段，学拍锣鼓。即阵囡仔上兴趣的，就是体验穿戏服。勒头巾呢，要吊眉。就是要把眉毛这样，哇，你要把它绑勒起来，这样比较不会掉头。因的妆我要盖好看，而且因的衫嘛盖好看。我就早差不多两回时阵，我是看到迄个新疆的衫，我有讲新疆该出去看更麻烦，然后我就直接演歌戏就好啊。我外婆带我去庙口那边看过，我就觉得她服装很好看，那妆也涂的。很漂亮。两天的戏剧营队，囡仔着分组，剧本、化妆、扮歌戏。甘明良负责全部的课程。伊去年底伫个高雄成立这个体验馆，唔呐中现得个病，请师傅亲手画戏台布景。后台毛真济因爸母的戏团收藏近啊10档的宝。有新的戏服以外，毛一寡吼咱旧的会保存的物件，让大家知讲哦，原来歌戏要几百年的历史。内底有遐尼侪、遐尼侪文化，包括那服装，每一个时期，你看那服装的一挂配件，你就知迄个时期流行啥物。甲明良讲，因为厝内有歌戏团，伊伫老母的巴肚内就学唱歌戏，大汉了后唔呐搬戏，伊嘛编戏做导演，作品有传统的，嘛有现代的，有时间就四界教囡仔唱歌戏。这个时代流行啥物，阮就做啥物。所以我感觉歌戏的上大的危机是安那，是咱无进步。咱本身咱中小人嘛咧无进步，咱的囡仔需要实地去摸着、去看着、去穿着，去真正去演着，伊靠到感觉着讲哦，这个文化伊的存在的空间。虽讲即马真侪囡仔台语袂认懂，有诶搁毋捌看过歌戏，伊希望透过体验，互大家真正了解歌戏是啥物，真自然歌戏的文化就会当保存。欢迎王师傅。记者等下温暖为者高雄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4度。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